不能接下来，不能结束，就是你干爹可以过世。我晚上给他弄的就是。应该是很，他可能努力，可能是。我先给你买点饭。别点感觉的时候不要动脚啊。脚不要动啊。别疼了。这一下就行。这不是剪多了吗？哎，搁这边。嗯。哎，就是那种情况。就是那种情况。对。在这边，在西边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哈。有点深。好了，吃完了。你看。破一点都没有破，我取的时候这个指甲我一碰到就会疼。行，很好，现在的是吧？